这个已经很大头像，对不对？再来一个大大大的大头像，真希望抖音可以开启味觉共享，这样子你们就可以闻到我的辣炒海鲜有多香了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吃辣炒海鲜，先来一个三文鱼便便。棱格尺液态锅液的。这个已经很大头像了，对不对？再来一个大大大的大头像，哇，好过瘾！嗯，哇，小龙虾跟蜗牛结婚了。住进他的房子里，这个是要吃他的尾巴，加一个小料汁。嗯，这虾怪吃起来也太鲜了吧！哇，好浓郁啊，就像在吃蟹黄一样。里面是空的，唯一的膳食纤维，每日膳食纤维补充完毕。清口呗，哇，这个虾也太大了。嗯，哇，这个头上面好多膏。
真希望抖音可以开启味觉共享，这样子你就可以闻到我的辣条海鲜有多香了。啊，今天这个肉好小。肉还没有刚刚那个大头虾肉多呢。也没高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吧，拜拜，看完记得点赞关注转发哟。